一凡的左眼视力只有0.2，然后右眼是0.6，先天弱视跟散光，两个孩子都是中文叫性腺发育不良综合症，然后英文叫卡尔曼综合症，会导致眼睛不好、口腔不好、耳朵不好。两个眼睛的焦点就是十字架，懂吗？我指着定呀。然后人家一看我两个孩子都，然后说像这种孩子还不扔掉，像我们那就是什么什么都扔掉的什么的，然后我说我做不到呀。红灯停，绿灯停，人停行行看分明，对吧？春晓，春晓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慢一点，语速，注意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江苏省昆山市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重要枢纽。30年前，昆山还只是江南小农村。优异的地理位置位居上海跟苏州之间，吸引了外资群聚，成就昆山今日现代化的发展，也成了许多外省民工淘金致富的梦想地。小念，放一点酱油，放一点酱油，对。鸡蛋呢？来自苏北农村的薛丽华，20多年前来到昆山打工，在这里结识同为民工的先生，婚后夫妻俩勤奋辛苦的攒钱，希望一圆天伦之梦。但18年前，大儿子出生后却意外敲碎这个美梦。好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好，妈妈，吃饭了。哎，柳念，这叫什么？藕。豆。糖醋藕。豆。嗯。刚出生的时候，因为上班也比较忙，我们也没有注意到，只不过就是他这个上眼睑下垂，然后就是有注意这个注意到了，然后看医生，医生就说等到大了做一个上眼睑修复这个手术就可以了。后来到他8个月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眼睛应该去上海看一下，结果测下来是听力是130分贝下才有反应，正常人是20到25分贝，他要130分贝才有反应。然后当时真的晴天霹雳，刚才还能看到零点八的探测。经过8年时间，夫妻俩决定再生第二胎，怀孕前更到上海、北京等大城市做足了各项基因检验，战战兢兢盼望老天爷赐予他们正常的孩子。我第一反应就是是男孩女孩，因为我希望是个女孩，说你还关心这个，然后我说我帮我测一下他的听力好不好，听力没有通过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塌了。那不用涂了，再涂个口红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两个孩子基因缺陷使得身体各方面机能包括了视力听力都受到影响，为了给孩子戴上辅助效果最佳的人工耳刮，花光积蓄还负债累累，薛丽华的先生甚至一度离家逃避面对。就是当上牙齿碰到下唇的时候，妈妈又说了，你要反复的，就是 very good，very 他以前就是说我再辛苦也没有用，生了两孩子都没有人叫我一声爸爸，然后到目前为止
我妈还是不能理解我，包括我爸都不能理解我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么辛苦，他们希望我放弃这个家，我一样可以，对吧，开辟我另外一段人生，但是我不能，我告诉 我不能。第一颗小跑步的时候跑那个奇迹真的擦地了，妈妈回来了，你教水给我听。什么可不加油啊？粉刷匠的第一行跟第二行左手有错音，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啊。好，换。三四拍，没小姐三拍，不是吗？认真听。几乎单靠意志力，薛丽华撑起这个家，她把所有的气力跟时间毫不保留的都投注在两个孩子的身上。做了多少了？我来看看。坐姿抬头挺胸，对吧？字要写工整的呀，你看像这个风暴的暴要写好呀。扭捏，你看书看书。然后妈妈现在去切韭菜，准备包水饺，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。哦耶，那你待会来帮忙。OK。哦耶，好好。扭捏，喝水喝水喝水。哦耶，爸咚咚叮，很多遍，对，那么多年我就说我像个话痨一样，因为带助听器也好，然后带人工耳蜗也好，就是要他们反复的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开口。还有多少？我必须问，不用问，因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，你怎么挤都有的，知道吗？明白。好。薛丽华仿佛家中墙上的钟摆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孩子的一切，说不出的担忧，是忧虑他们的未来，他的心始终摆荡来去。没有停下来的一刻。没办法剥。那你帮我送水。你帮妈妈蘸水，然后妈妈剥 ，OK？ 对，就这水。对啊，我们这叫流水作业。然后你慢一点，你看你。小汽车。什么？我自己身体也一直不好，就是，然后胃病啊，然后我做过胆结石、肾结石、肠粘连、肠梗阻，然后还有两次剖腹产。做了那么多次手术，我回来都是一手捂着刀口，一手干活。我放不下来，我还是教啊，刘念你要画画，你要那个什么什么，刘一凡你要什么什么，我还是要这样子，还是要去给他们烧饭，还是要什么，就是强迫性的。然后你给几个给小鱼吃吧。好啊。那五十。这你养的？对啊。对薛丽华来说，老天爷给的两个孩子就像缓慢爬行的小乌龟，虽然比一般的孩子走得慢，他却用极大的耐心跟毅力陪着他们长大。吞吞吐吐。好嘞。你听清楚没有？写小一点。没有自我，不是把我放在最后一位，是完全没有自我。闪烁其词，写好，要写工工整整，知道吗？字写小一点。闪烁其词。Thank you.
刘一凡。这一家人的处境，四年多前经由当地媒体报道，昆山许多爱心团体都曾伸出援手，提供生活物资上的帮助。昆山慈济人也在实地家访评估后，开启了至今长达四年的陪伴。鼓励，开心吗？开心。还有最感恩的是什么呢？妈妈。妈妈，因为妈妈教我那个作文嘛，写的，写作文都是妈妈教给你的。嗯，那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？啊，要看着妈妈说，要看着妈妈跟妈妈说。妈妈，谢谢你。昨天还是母亲节呢。嗯。有什么爱的表示吗？我爱你。好。你知道吗？每次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？就只是坐在那里听他讲话而已，就是听他说，哎，今天留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今天一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有时候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中，会觉得好心疼，好心疼，就觉得他一天24小时，他那个弦都是紧绷着的，都是绷紧的。听他说，对他来说也就是一种释放。那对我们来说，也就是一种关怀，一种陪伴。今天说的最好的，对，留恋很棒，留恋很棒，留恋去环保站做环保。单纯的倾听，表面上看起来不像物资给予，有着实质上的注意。然而，这倾听不但从没间断过，四年来更陪着薛丽华走过无数心底幽谷。我喜欢倾诉。就是我觉得我倾诉出来，然后清空了，然后我正能量又来了。就是当我颓废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那么坚持那么多年，然后甚至有时候老公不理解，然后也觉得感觉到值还是不值，对吧？也会有这样的负能量的。但是当我找小姐妹她们哎说说话呀，然后要跟师兄师姐们沟通一下呀，马上这个正能量又满满的。原本逃避面对孩子缺陷的父亲，看着薛丽华很用心坚持地将孩子带大，忏悔之余也决心回家，肩负起身为父亲的责任。然后那时候有那种想法，就是可以去逃避，或者说离开这个家庭。但是就是一闪而过，最后想一想，走，如果我走了，又能怎么样？小孩还在这个世上，是不是？最后还是跟他妈妈两个人一起努力，把这个家庭做好。爸，好，牛牛很棒，爱死你了。明天是5月16号，爸爸带我去环保站做环保。爸，见父亲，知道。对。哦，还有十，我的天哪，18号也约好了，20号也约好了，压力山大。爸，他就写爸爸今天带我去环保站，然后怎么样的的的，然后还特别在那个墙壁上的那个什么月历上，有没有月历上好，然后还画一个圈圈，表明说这一天爸爸一定要带我去环保站。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。昆山慈济人不止走进薛丽华的家，更引领这一家人走出困顿的心门。从邀约参与每个月一次亲子环保日开始，
到如今，全家一起做环保，早已成了两个孩子周周最期盼的户外活动。放在哪里？哪里？放这里。留念很棒。这一生给我就两个字，坚持。我相信明天会更好，所以我要坚持。因为我的坚持，才有了孩子的今天，才给了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才让我老公回头。家今天这个样子，如果说没有我当年的这个坚持，两个孩子可能还是聋哑，然后状况可能更糟糕。铁罐，后面的小朋友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来，师兄上面一起念，上面一起念。铁罐回收十公斤，铁罐节省5.7公升的原油。好，太棒了，我们又下一个哈。罐罐纸电一三五七。好，太棒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做康康乃馨呢，待会儿他教你做怎么做康乃馨呢。好，第三张你自己来啊，给它放到中间。第三张，放到中间来。留念，我们来拍个照好不好？你们的心意，你们的祝福，妈妈都收到了。妈妈祝你们幸福健康，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。我觉得那时候是我坚持，我一直说的坚持硬撑着的，就是这个好像我这个门面就必须要这样子。但是有了他们，他们住到我的心里了，让我由内而外的自信，知道吧？我站在那么多爱心架构的这个堡垒上，那么坚固，我倒不下来呀。我只要往哪边倒一下，会有一个很有力量的爱的大手会拖着我。薛丽华更进一步引导孩子，不因自己的缺陷而自卑，力量再小都能助人。他们将生活周遭捡拾来的回收物存下来，捐做公益。手托着地球啊，这是双手，这个是双手托着地球，这不是单那个大拇指。啊，这竖起啊，双手竖起大拇指是吗？对，因为那么多年，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在战斗，都是我一个人在支撑。现在我感觉到不是，我的身后有那么多师兄师姐，不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吗？就是我的精神支柱。1毛钱有旧的和新的。捡瓶子卖钱投资宝，留念，你说，捡瓶子卖钱投资宝，感恩，感恩，留念，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感恩，开心，投竹筒开心吗？投资宝，感恩，留念很棒。乐乐，爸。所以这是你的竹筒一共是有多少爱心？57.3个爱心。好，那57.3的爱心我会帮你捐出去，要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好的，但是票呢？票呢？我开出好收据之后呢，我月底会给你的，好吗 ？OK。感恩你，感恩。对他最受用的就是我弟弟跟姚哲师姑，然后我说你如果表现不好，考试成绩不好。然后我就舅舅也不来了，姚哲师姑也不来了，然后他就急了啊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他这样子。因为这是他最最最最值得尊敬的，他觉得对他的关爱很多的孩子嘛，这个他能感受得到的。错了一点更真诚。自己的转变是什么？变化是什么？信心满满。就是信心，真的，就特别是接触瓷器以后，
所以说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今天。这不仅这个不是一定要经济上的，我就说我欠再多的债我可以慢慢的靠我的双手去还，我能还清，但是人情债这辈子我也还不清。比父母还要重要，真的很重要，主要是支持跟理解才让我能够坚持到今天。哦，你写的还蛮多，两张啊，字比较大。念一点念吧，致孩子十岁成人礼的一封信。刘亦凡妈妈再给你念一遍啊。我最疼爱的亦凡，这是妈妈第一次给你写信。转眼间你的小学生涯已过去多半，你也成功的从一个幼儿蜕变成一个小小少年，妈妈既欣慰又惊喜。上班之余带着你和哥哥四处求医的日子仿如昨日。对，你是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但妈妈从未想过要放弃你，因为妈妈懂得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。妈妈始终不离不弃的陪伴呵护着你成长，目的就是希望你健康快乐。别的孩子有的，妈妈一定努力给你去争取，为你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，让你把基础打好打牢，为有一个稳固的未来时刻准备着奋斗着。亲爱的亦凡，妈妈一直提醒你要学会感恩，感恩于人，感恩于社会，你也正一点一滴地落实着。那你可以叫你们班的同学也一起来做环保呀。你每周必去慈济做环保分类义工，为净化环境、保护地球出一份力。你始终记得要捡瓶子卖钱，捐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。但是，妈妈想跟你说，最主要的还是懂得如何与人友好相处，这对于你今后的人生很重要。妈妈希望你加油，一点点改进。相信你一定可以表现得很棒。要说什么？妈妈，我爱你呀。或许在外人眼里，这个家庭不完美，但薛丽华却在爱的拥抱下，一针一线缝补残缺，让一家人重拾天伦乐。这里的环保他基本上都懂，该怎么分配他都懂，比我懂得多。那是用大包今天时间太棒了。